新北板桥的欢乐椰诞城呢，就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今年最可爱的吉祥物——魔幻家族们。那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？我来告诉你们，他们呢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魔力，那他们会运用他们的魔力呢，让大家就是完成心中的梦想。就像是美丽又强大的魔幻天使，或是呢非常温柔的灵魂治疗师啦。那这些可爱的角色们呢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这边体验一下这个奇幻又温暖的氛围。有没有？然后拿这个爆米花就这样，好无辜。这里呢有四好，好吃、好逛、好买、好拍，还有怎样？好漂亮啊，五好啦，因为最后我加了一个好漂亮，是我本人。跟他一样来自海外的朋友，像是芭比啊、哥吉拉，还有变形金刚等等的人气角色，还有更棒就是有专属的周边商品店，所以大家来了以后一定要来逛逛哦。